留学生注意，加拿大又涨学费。加拿大 UBC 大学宣布将针对新入学的留学生提高学费 5%， 而对于继续就读的留学生，学费将增加 3%。 即使是本地学生也难以幸免，他们将面临额外的 2% 学费上涨。这一调整将于2024年5月1日在 UBC 温哥华和奥肯纳根校区生效。据预计， UBC 这次的学费调整将在未来的学年中额外带来2700万加元的收入。凭借22年品牌经验，多资处可以为您提供全程硕士申请加工作实习加移民追踪服务。与此同时，维多利亚大学计划将留学生学费提高 5% 至 6.75%， 而西蒙菲沙大学则正考虑将留学生学费上调 4%。 学费贵，生活成本高，留学生需要更好的规划未来了。